座九份地势最高的庙宇主祀土地公。在九份矿业最发达的时候，许多矿工到此向土地公祈求能顺利挖到金矿，而土地公亦时常应允信众们的祈愿，而让香火始终维持鼎盛，也让福山宫成为全台湾唯一拜金的土地公庙。现在看到的三开格局和一般土地公庙一开的设置不大相同。当时信众们感念于土地公保佑，想集资兴建更大更华丽的庙堂，未料直角请愿多次，土地公都不愿意拆掉旧庙兴建，于是信众们便在旧庙外建造，形成今天看到的特殊庙中庙景象。